年轻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不要太急着赚钱，不要养经理，只有工资和奖金。在工作的前几年，重要的是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，学习与同事交流的方法，积累专业知识，这些比收入重要多了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，甚至是非常不喜欢做的工作。这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对工作的责任心。一个人即使能力再高，经验再丰富，如果对工作没有责任心，也很难把工作做好。